影片传到 YouTube，第一个给别人看比较方便，上传也不用等什么，我传送中都没有什么传送中，它就是个网址。来，我们进到 Google 点九宫格，回到 YouTube 来。哦，这个是你观看 YouTube，然后再点你的头像，点 YouTube 工作室，就进到你所上传的影片内容这里来。那我刚传上去的话，就会在左边的内容区，就点左边的内容区，看到吗？那台湾之美就在这里。你过来的时候呢，好，这里有四个选项，要不要再做修改啦？那观看是这个网址在这里，所以点这个。当我点这里的时候，就开一个视窗，来，我就可以把这个给人家，哦，就透过这个把它传出去，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整个的结果，哦，这样在看的时候，大家都不会那个。我现在如果说我在这里播给你看，传给你画面会那个呢？你自己从我们的 Google Meet 的讯息区直接点来看，是非常 smooth 的。那也是想告诉你，你下次你们应该传到 YouTube，再把网址给你的朋友，或者贴到 Facebook 去。